流火盛夏，出门前如果不涂防晒霜，整个人会非常没有安全感。阳光的直射和折射不但会让肌肤变黑，还会加速肌肤老化，造成很多肌肤问题。护肤有道的女明星个个都是防晒高手，女明星在变美的道路上可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防晒方面也是严防死守，一丝不苟。杨幂曾在采访中说过，每个夏天她都要用十几瓶左右的防晒霜，从头到脚都不放过，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换来白得反光的她吧。肌肤白皙的范冰冰，除了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涂防晒之外，各种防晒帽防晒服也是不离身，让紫外线完全没有可衬。